就在今晚，最优质、最感动人心的大戏《初恋的情人》。我今天只是谎神而已，我可以的。哎，坐我的车哎。最近怎么经常忘东忘西的？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？这样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们是来提亲的。TVBS 四十二台，今天晚上8:45，最撼动人心的大戏《初恋的情人》即将感动登场。